买衣服，练出来买衣服，上海男了，漂亮件，好看一点点的试一下，我不会买衣服，可以啊，特价亮货我。 哇，好靓仔不？39。哎呦，39。呀，看，拿着。 要不要拿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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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谢谢阿姨，快点，快点，谢谢阿姨。哎呀，打打一半。这件好看啊？可以啊。老板在教坏我儿子。<笑>不是，是他自己说的。29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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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包邮到谁脸真？<笑> 啊，对，好像可以不？转身过来，转身过来，好不好看？也没有拿给我，怎么样啊？没放那个手机。 好不好看？告诉爸爸。告诉爸爸。哎，这件好看。好看，这么贵呀？谁平台三百？哦，373，折么贵啊？279吗？你想得美哦，九块九都卖掉。哦。哦。9块9包邮，邮费13块。 原来是按斤算，9块9平衣服啊，卖一件包邮还能赚4块钱。哎，大高子，这里面是儿童的，好不好看？我去，有点大了，大了，手都露不出来了，太大了。 110啊，啊，110大了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把这个放一个，这个大一点了，要买个小一点的给他。这个里面有点夹。这个就是有一点点啊。哦，这件差不多，合适。这个卖的好漂亮，9万啊。就是蜘蛛侠的联名款，而且这种帽子可以，这样就可以戴起来，可以拉起来，它有这个。哇，蜘蛛侠！哇。 蜘蛛侠的联名款，哎呦，要过你能看见我吗？能看得到，能看得到，能看得到，清晰度很好的。能看见吗？这个多少钱？哦，498.39。哇，你有没有安踏的会员吗？没有。哦，没有的话要办一个不，因为这个是公款的。这是安踏店吗？对，安踏。我走进安踏店，我都不知道。喂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 哇，这一套好漂亮！哇，这一套，你看一下，站好。哦，哇塞，这个好看，你这还要一个打底的是吧？哦，到时候不足。就就侠，是不是就就侠？好的是吧？不是一个系列的，一个系列，不是一套。哇，这个就好看了。哎，人家可以这样子单独。穿上外套，冬天天气这样子加外套。要点掌，我感觉就。你需要罢了，你不用罢，没穿了。你给他伸手机个。因为他要跟着预售啊，我这边不能啊，你看，跟着预售呢，他手给我收边，你刚好合适。那条缝衣呢？伸脚进去，有东西吗？难怪伸不进去。拿不好意思啊。 他也不说，没有，罢了，看一点，没空点名点看。
要不掉，因为小孩子脚长，你要大一点，大的那个太大了，太大了那个，大过头了，大过头了，身高可以，脚没跟到长。大概是60几块钱。他每一箱都要收60几块钱，你懂了，我肯定不跟你走。哎呦。是啊，哎呦，他用个亲戚在市场里面的，你问他。那就在那做，有一张是他的，你问他，他都是电话号码是写一下的那边证。大桥的。也是你看大桥的。你要他一个。没了。哈哈哈哈哈哈。旁边。哎呀，搞成照片了，大哥。老高。打了。我给他配一年没要啊，你就看着配一年了，没有这你买那衣服，哎，没想挑了，20了，哎呦你，少了，那都是羊的话题，跟花钱。我看中的那一件300多的那一件呢，有点贵，舍不得。我们也去买一件。一家三口的衣服都买了，他的、我的、宝妈的，回去试一下衣服看一下。这里人多车多，我们注意安全，先回去先了，拜拜。拜拜，好，拜拜。